我现在工作也辞了，什么都没有，我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了，拿什么坚持？别喝。没事儿，我还能喝。我现在呢，就是个咸鱼，难得你没有瞧不起我，谢谢啊。你不是咸鱼，做任何事情贵在坚持。你先看着，我给你拿些吃的。喂，安秘书，帮我查个事情。怎么了？安达通知我去面试。好事啊。是这个什么？侍酒师助理。怎么，你不会不愿意吧？没有没有，但是我没有给他们投过简历啊。一般大公司的 HR 部门都会把简历存在一个人才库里，说不定他们现在缺人手呢。我跟你说，你先坐着，如果你表现优异的话，安达酒店是可以内部晋升的。对啊，你考虑问题好周全啊。当然了，因为人与人之间是有智商差距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那你就是说我傻是不是？哎，喂，啊！